来玩这款游戏《修罗场》，韩国开发的啦。全妹子啊，是萝莉耶，哎，韩文啊。哇，看不懂，差赛。对战的话应该没差吧？会很复杂吗？噔噔噔噔噔，我可以拉近没？啊，滑鼠左键、右键 ，Q。啊、哦，还有跳、闪避，很基础啦，不用教了啦，可以直接开始吗？我应该是去选项那边找看有没有语言才对哦，我怎么直接开打了？啊，也不对，他现在教学啊，我也没办法去动了。选一个位置，先配个人机给我练练手，可以吗？先配个人机给我练练手 ，OK 吧？嗯，我要降落了。有没有什么支援点啊？哇，这里发光柱，我可以躲起来啊！哼，躲进来。OK， 先我捡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捡的。哦呦，宝箱怪是不是？看我大招！这边找墙哦。哦，做得很好哎。哇，你看像我这种初学者都那么快就能上手了。主要是它的操作按键玩法比较符合现在主流操作方式的，哦，所以你就很快就能上手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传送？还是占领？没有选项是不是？哎，我后面怎么跟三个小鸡？哦。哇，他那个什么大招，这个送你啊，还把我吸过去耶。欸，我很喜欢他打击的那个震撼感还不错耶。哦，下面有一二三四，是什么？一，哦，二，欸，三，回染的，四是回血，被我吃光光了。哎呦呦呦！是什么？算了算了，我要先往右上去啊。它有一个集合点嘞，哎，这个我跳过去吗？好像跳不过去。啊，完全没有料到竟然会来这一招啊！快到快到了快到了，我还有大招哦！有没有倒霉蛋要过来耶？这可以进去啊！进去也要捡到什么东西耶？哦呦，好险嘞！我差点挂掉哎！哎呦，有没有人过来？哎呀，我先靠近一点好了。有人的话，我还得送他一个大招。这是技术了，哦，橙装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送过去，送你们大招，好吃吧？OK 吧？哎，啊！
哎、欸，我快死了！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大招了、哦！我刚刚是用到保命的。还不走哎、欸！猛不猛？我这个萝莉强吧？还敢动我、欸？嘿嘿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吧？可以偷吃吗？没东西吃了。我现在没大招。哎呦，他再见。有人隐身了哦。我这个是不是可以突然 来一个攻击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！太好笑了吧？那箱子还可以这样子哎、欸！你别靠近我！你的、啊，不知道是玩家还是人机哦，反正。还蛮好玩的、欸，这边好可爱哟、喔。所以会有其他角色、啊，哇，真好的游玩体验。今天玩了一两款分 game 了以后，再来玩这款游戏啊，整个体验就拉满了 ，OK 吧？好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，角色部分。是其他角色是不是？我可以换这只吗？这是很可爱耶。Hello。バラタ戦闘モード突入を対象確認。我先试一下。発射。ターゲット捕捉。チャージが必要。発射。这大招啊！発射。破壊完了。や照準。哎、欸，跳起来有攻击啊！啊，整体大战就这样子啊，是一款很不错的游戏啊，这边就看得到大招啦、啊。最主要瞄准都是用滑鼠在瞄的。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